当女朋友第一天上班会出些什么幺蛾子？你快点，我上班要迟到了。你进厕所了，为什么不敲门？你快点，我这你也得等我上完呀。等你上完我就来不及了。你先出去。你快出去，我长这么大也没有人看过我上厕所呀。那你这以后可得经常习惯习惯了。我先走了，上班快来不及了。行，注意安全啊。这家伙一天着急忙慌的，这手机也没拿，这张了张了，手机忘了，一天笨的要死。哎呀，我去，包又忘拿了。这我数三个数，指定还得三、二、一，你的包。包，快去吧。哎，这得亏有，没有我这可怎么办？这次应该东西都拿全乎了吧？哎呀，来了来了。南希，这次又忘拿什么了？我快迟到了。等着我，我去送你上班。会是我的男人，你可真好。不愧是我的女人，连迟到都这么可爱。